好，谁是莱德特享儿？特享儿，特别想念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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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破，我知道破100留言了，我竞速好吧，竞速，但是我之前也没说我什么时候要破啊。我也没有说一破了100个留言就要破，所以呢，大家就静候佳音吧。我上次也没说什么时候破，大家就静候佳音吧。我会竞速，好不好？竞速，竞速。小探探。好冷哦，今天大家不觉得很冷吗？ Coming soon, yeah. 好冷哦，真的很冷耶，苦灵觉得冷，虽然我是一只鹅，但是鹅也是会冷的，好不好？鹅会怕冷吗 ？A B C D， 鹅会怕冷吗？不太会吧。我还有鹅绒啊。那我也有鹅绒。我是鹅。好冷哦。我想当一只鹅了，我不要当企鹅，我要当鹅，我要当鹅，我是天鹅，美丽的天鹅，我是不是企鹅？为什么你在澎湖吗，阿米？我想要当可爱的天鹅。天鹅小时候是丑小鸭，我承认我小时候是丑小鸭，但是我现在长大，我变成美丽的天鹅。阿米在澎湖哦，好远哦，澎湖感觉就很冷呢。我想要当可爱的天鹅，我是又可爱又美丽的天鹅。你一定只看过美丽的天鹅，没看过可爱的鹅，所以我就是又美丽又可爱的鹅。被鹅追过，我没有被鹅追过哎、欸。可爱鹅，可鹅，什么兔子 ？Hello， 大家晚安。有一个，哎，好像没有在这里。鹅，但我没有很喜欢吃鹅肉。什么鹅曲项天歌？我看一下哦，就是那个 vlog。那个 vlog 应该没有在这一台，让我看看哦，似乎没有，没有的是，没有的是，对，宜兰 vlog， 哦，
酷欸，好久了哦。是我4月11号检讨是吗？但是我几月就去了？2月，好久哦。现在几月了？现在是12月，大家知道吗？现在12月了，我被所有动物围剿，你知道吗？整个 vlog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我被所有动物围剿，真的围剿，真的没跟你夸张，真的围剿哎、欸。只是我现在没有影片给大家看，各种我已经不知道有几种了。哦，为什么它又坏掉了？哦，它又割到了，哦，找不到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那么容易被刮到？我上一个这个一模一样，也是被割到，它就掉了，它就很丑，它就，哦。太难过了，我的蜜粉，我才新买没多久哎、欸，它就被刮到了。我上次买这个一模一样，它也是到最后都超丑，刮到超丑，就整个残破不堪。不知道它是不是材质不耐撞还是怎样，太令人难过了吧？而且我这个没有买很久。喂，大家今天在干嘛？今天是上班是吗？布丁今天在演戏。包膜这样就很好笑，怎么办？我好想哦，学校啦，学校英文话剧，接受不好什么什么不好消息。谢谢小薰的玫瑰，哦嗨哟！我今天在演英文话剧。哦、对，圣诞餐会没了，有点可惜，好想吃东西。Hello， 本丸，晚安。好想吃东西哦，大家，我好想喝真波爷。谢谢本丸的带你去流浪。哎，我真的是美丽女主角无误，我跟大家讲。因为啊，那个戏算是一个自编的故事，反正里面的主角就是里面的故事场景是在那个埃及，然后因为埃及的那种妆都是那种这边两条粗眼线，然后修容超那个的，反正就是很精致，不是我们是演自编的，然后但是我是一个。从西班牙来的人，所以我就不用化埃及妆，所以我就在所有演员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奇怪的埃及妆，没有奇怪，很好看。然后我就是唯一一个没有埃及妆的人，所以我就是独自美丽的女主角。他们叫我自由发挥，他们叫我自己画我平常画的。我已经尝试加重了，我已经尝试加重了一些颜色，但是我画起来还是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日系偶像妆。我在旁边加了亮片，但他现在看不太到。但是在台上也看不到。所以我就画了，所以，Hello 威鲁，所以我就画了跟平常一样的日记偶像妆，但是我是西班牙人，
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西班牙人的妆要怎么画，不会画西班牙妆。这就是布丁的西班牙妆，黑，可是黑布丁，黑布丁，黑布丁，黑布丁其实也没有差很多，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样子。我之前也 Google 了一下，我再看一次好了。来研究西班牙妆，西班牙妆，哥德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对黑布丁的界定，哦，哇哦，这种，可是你知道，因为我是平民，我是西班牙的平民。所以我他们又叫我不要画太浓，所以我又不能画太浓，但是又要画的西班牙妆，所以我就在一堆埃及人中，我明明有化妆，但是我在一堆埃及人中就是像是素颜。我是来自西班牙的平民，但是我是女主角。那他们每个人的，他们等一下，嗯，不是，就是我是外来，我是从不知道哪里来的人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设定是这样子的。他们每个人的那个什么，他们每个人的妆就跟这个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定是这样，就是。I don't know， 呼啦是什么语？西班牙语哦，我听过欧拉还是呼啦，欧拉，所以我就只好画日系偶像妆咯，反正在台上我看起来是素颜。什么叫女主角没有特色？好怪，我很有特色。对，欧拉，我就记得我以前大概国小的时候吧，英文课的时候老师有讲过这个东西。欧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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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这样说，特点。点给我打对，不要一直让我职业病啊。我就真的是西班牙平民，西班牙平民也可以很有特点。你瞧不起平民是不是？你是布莱德贱民。什么名啦？我穿的衣服是有点农村小女孩的妆的，农村的感觉，有特点没有特点？我穿的是农村小女孩的衣服，他们感觉他们说我很像要去挤牛奶，不知道找不找到那种。牧场女孩装，牧场女孩。今天是正式，牧场女孩，没有哎，就感觉就会在阿尔卑斯山看到。
阿尔卑斯山的少女，但也没有阿尔卑哦，嗯，好像有点类似阿尔卑斯山的少女，但又没有那么像，没有那么花俏，是好看的阿尔卑斯山的少女。我不是去挤牛奶，可能有点类似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的那个，不是我好，你们的理解好怪哦。你们的理解非常的特殊，超乎一般人的想象。果然大家就是拥有过人的脑袋。哦，怎么克尔？哎，我忘记了，哎，克埃及跟阿尔卑斯山差很远，跟这出戏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我只是拿阿尔卑斯山的少女的衣服做一个举例。为什么要把我讲成的东西又当成一个国家的东西呢？我又没有这样讲。克什么？不是啦，那个山，嗯。那个山叫什么？这我忘记了，但是其实考试也没有考，所以还好。我没有搭船到埃及呀、啊。克尔八千山啊，是干嘛的？我忘记克尔八千山是干嘛的，反正它就是一个我那天在念地理的时候念到的一座山，但是我忘记它在干嘛，但是它也没有考，所以它不重要。克尔八千山在哪里啊？我们来查一下 ，Where is 克尔八千山？克尔，他名字好记，但是我忘记他在哪了。哦，考完试就忘光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他没有考。你那天我听到你有念。阿福就好棒棒。奇怪，我为什么是努力啊？Hello， 李优基。克尔八千山，他这个图都看不清楚。嗯，反正他就是一个，他就是一个，哎呦哎呦，他就是一个在中东欧的一个山。我考完了，我很早以前就考完了。啊，鼻子好痒，谢谢 Miso 送的 Love。哦，好痒，我的鼻子。我真的好想喝真波耶。在好，我很欣赏大家。嗯，鼻子好痒，好想喝真波爷。可是我最近在减肥，我是真的有认真在减肥啦，但是还是很想喝真波爷。只要有一天，我原本已经有一杯柳橙绿了，然后结果我回到，因为我中午不在教室，我出去外面，
然后等我回教室的时候，带着一杯柳橙绿回教室，我就发现桌上摆了一杯真波爷，而且是大杯的。我就哦哇哦，是谁这么可爱送了我真波爷？可是他没有署名，就是他也没有留纸条，或是在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名字，没有留下他是谁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到底是谁啊？然后没有，因为通常送东西都会写一下，就是是谁送的，或者是就是会写一下。因为我今天在演戏，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谁，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同学，就说有没有人就是看到我桌上这杯真不能谁放，然后他们也就大概跟我讲一下，他们说可能是学姐吧。然后我就想说学姐，可是因为我熟的学姐其实没有很多，然后他们就大概跟我讲一下特征，然后就想说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，就是我就觉得跟我的认识的学姐不太符合，可是绝对不会是放的，因为我同学跟我说他有先过来看座位表，然后确认那是我的座位才放的。但是他讲的特征，我就真的不知道是谁，就是我就真的不知道是谁。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礼拜，我还是不知道。而且你知道他很懂我，他还点去冰微糖。他根本就是跟我很熟的人吧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我今天是谢谢本丸掌声鼓励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在玩小天使小主人这个。我不知道到底是谁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出现，因为至少通常如果他没有留个纸条，至少我也会传个讯息来说，真不也是我放的这样子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不是国小，高一的时候好像有发生过这件事情。没有啊，高中也有，我们高中这里也有，绝对不会是你们啦。然后我高一的时候好像有这件事，就是我桌上有一个松饼，但是它上面没有写是谁送的，然后也就是我都问了，然后也没有人承认，我不知道是谁放在我桌上的松饼，反正他可能是放错，反正我最后还是把松饼吃掉了，哈哈哈哈。我也想当布丁的学姐，好啊，李优迪。他都放在我桌上，难不成我要丢掉吗？我只好吃掉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是谁给我的？他跟我说是一个，就是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特征大概跟他讲，但是他就说是一个。绑头发，但头发没有很长，戴耳环。我就想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，这样很尴尬，这样我就不能回请他了。反正我现在吃了，我还好好的。我现在还活着。我上礼拜拿到的，上礼拜二吧。我现在还好好的。然后我最近就很想要喝真波爷，我已经喝，我只知道是学姐，我同学跟我讲是学姐，我不知道。没有啊，就是学校就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地方，就是你今天请我吃东西，我明天就请你喝饮料。可是我真的记不起来谁，而且因为刚下高了嘛，现在
缺点就是高山，但是我很不喜欢去高山，就是我曾经想过要请高山学姐吃东西，但是我不想去高山，因为我觉得高山很可怕，就是那边很安静，因为他们要拼考试，然后他们就很安静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，我就不喜欢去高山。虽然我高一的时候我也很讨厌去高二，反正就不喜欢去，就觉得很可怕。对啊，就气氛很凝重，我就不喜欢去。跟我一样低调人有可能，但是我通常送东西我会写一下，就是至少知会一下。然后我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班级，然后他们校庆要卖的东西就是他帮你送外送饼干，就是他们卖饼干，然后可以帮你外送，还帮你代写小卡，然后你就只要付钱就好了。然后我就因为我不想要去高三，然后我就填了一个外送饼干的服务，对，饼干传情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就只好买了饼干传情，因为我不想要去高三，就交给那些外送员去吧。反正也可以顺便买饼干，我就不用自己去买饼干了，超棒的。对，这种传饼什么饼干传情，所以我就买了饼干传情，我就不用去了。不是啊，它可以赚钱。大家现在在听我讲述青春的回忆。我那天有一天什么东西？我有一天就觉得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没有啦，觉得今天是该来还债了，就是，接受了许多人送给我的，爱心与饮料，决定有一天要来还债，然后我就叫了甜甜圈，就一盒的密斯特朵娜，然后密斯特朵娜，然后它就一盒十个，然后还用很精美的袋子装着，反正我就拿了那一盒密斯特朵娜，然后就发送了九个人，然后但是我发送给九个人，然后原本留一个要给自己吃，后来我就带回家了，因为我在学校没有很饿，然后我就带回家了。结果我原本要把那个甜甜圈当隔天的早餐，结果我就忘记吃它了，然后最后那个甜甜圈就被丢掉了。美普，美普，我的甜甜圈。还有我最近很想吃甜甜圈，没有，它没有吃掉。然后前几天，昨天还是前天吧，没关系的，本丸，过几个礼拜就见了。然后前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个回礼，收到一个好吃的甜甜圈，因为它坏掉了吧，我不知道，后来就被道具组处理掉了。我前几天收到了一个好吃的甜甜圈，但是我那天就没有很饿，然后我就又带回家。然后打算当隔天的早餐，哈？哦，对耶，我已经过到不知时间，是下礼拜哦。哦，哦，那很快耶，那很快耶，超快的。因为在学校就不吃，要减肥，真的有那么紧？大家可以来亚东看我，然后我就带回家。但是我隔天，我隔天有记得吃，但是那款甜甜圈，那一家的甜甜圈，就是那种传统的甜甜圈。隔天就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就隔天吃起来就没什么味道，然后也没有很酥脆。然后我之前又收过同款甜甜圈，
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忘记回勤那位善心同学，我跟他是同一个社团的，但是我跟他其实没有很熟，就是我们其实很少讲话，然后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他给我的甜甜圈，然后他就说他请全社团的人都有甜甜圈，我说哦，这个女生人也太好了吧，我真的是接收到满满的爱。但是那个甜甜圈我也是带回家，然后隔天早上再吃，但是那款就是那个同款同一家店的甜甜圈，他隔天我知道那家甜甜圈很好吃，因为那家甜甜圈很有名，它很好吃，但是隔天吃就变不好吃了，因为那款甜甜圈在我家过年都会，是过年吗？还清明节扫墓的时候都会，大舅子都会去买那家的甜甜圈，我就知道那家甜甜圈很好吃，我就很爱吃那家甜甜圈。谢谢超哥的玫瑰，反正那家甜甜圈隔夜就不好吃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啊，就觉得哦哟，隔天又不好吃了。于是我昨天又叫道具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想要吃甜甜圈。反正他就去买了，他就去面包店买了甜甜圈。但是没有，为什么没有甜甜圈？卖完了。卖完了。结果昨天甜甜圈卖完了，他就买了一个类似甜甜圈的东西。甜甜棒。然后，哎呦，我就以为第一次是个失误，我就试了第二次，我以后会马上吃掉。就是长得很像甜甜圈，只是形状不太一样，不是吉南吧？就是甜甜圈，就是一样是那种面包，然后上面撒了糖粉，反正就是它只是形状长得不一样，但它吃起来还是像甜甜圈。于是我觉得，好吧，它终于比较有像甜甜圈了。然后至于扫墓会吃甜甜圈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啊？反正就是道具组刚好会去那个甜甜圈附近，他就买了甜甜圈。哦，好像是双胞胎啦，他叫双胞胎。因为他是甜甜圈做成卷螺旋造型。甜甜圈做成螺旋造型，那为什么甜甜圈卖完了，甜甜圈做成螺旋造型就没有卖完？大家喜欢吃甜甜圈。你的理由好废哦。好，反正就是做成螺旋状的甜甜圈。那它不是双胞胎，它是做成螺旋造型的甜甜圈，但是没有人要买它。大家只买甜甜圈，反正甜甜圈好吃，大家可以去买甜甜圈，不是麻花卷，没有，就是在面包店，大家可以去你们自己家附近的面包店探勘，有人买吧？有很热买螺旋甜甜圈吗 ？Hello。我哪有憨憨的？但是我说是这个，我也喜欢吃可颂啊！我跟三号都很喜欢吃可颂，为什么？因为太甜了。但我觉得很甜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甜。我跟三号都很喜欢吃可颂。我们都在吃新圈客的可颂，因为新圈客的可颂超好吃的，但是很胖。对，它只是螺旋状的甜甜圈，吃起来还是差不多。可是面包店就有卖了。我吃甜跟可爱长大，没错，我是又甜又可爱的鹅。然后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一直在分享吃的，没关系，真的。可是我家面包店就买得到了。跟大家分享我布丁的食记，今天的主题是布丁的食记。
他被骂死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。布丁的实际，同学，我同学，哦，哦，他被骂死，他被骂死，对啊，我今天很冷。哦，反正就是甜甜圈很好吃，然后我好想喝这边哦，然后我这两天都在许愿可以来蒸波野，你知道我每次接收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总是一个，就是我每次接收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都是在不该来的时候来，就像我那天收到蒸波野的时候，就我那天东西已经很多，我那天吃的东西已经很多了。然后又多了一杯蒸波野，我已经原本有一杯柳橙绿，然后又多了一杯蒸波野，然后我只好晚餐喝蒸波野，哼，然后反正很多次都是这样，就是我不饿的时候食物都一直，哎，我不饿，对，我不饿的时候食物一直来，我饿的时候食物都不来，我想喝蒸波野的时候就没有人要给我蒸波野。我不想喝蒸波野的时候就我好像没有不想喝蒸波野的时候，我不比较不需要那么比较不需要蒸波野的时候，蒸波野就一直出现。谢谢本丸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你的大甲酥饼，哎，我很喜欢吃这个，哎，我很喜欢吃这个，大家，这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谢谢道具组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想喝蒸波野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其实我很少收到，我同学更夸张，有我之前还有看过一次收到三杯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够夸张。我知道这量很，反正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大甲酥饼，好吃的东西，对啊，三杯，对啊，但是它屑屑有点多，比较麻烦一点。但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的，酥饼先去旁边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没有吃过。没有，我都没有收到三杯了。而且还有一些同学他。几乎每天也没有，几乎每天，最近还好，最近比较少一点了，最近可能大家都累了吧，就比较没有在传送幸福的食物，最近比较少看到大家桌上充满着各种食物和饮料了。不然你知道就是看到别人桌上有饮料的时候就觉得哦好难过，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吧，最近活动比较多，学校吧，最近活动比较多，比赛比较多，然后还有一堆报告。我通常都送饮料，但我突然就发现，哎，我为什么不送那种什么红豆饼啊、甜甜圈啊这种小东西？不小，它 CP 值比较高，我觉得饮料 CP 值不够高，就是。一个你看一个甜甜圈，它可以吃饱，哎，好也不会到饱，就是它有饱足感，又不会像饮料那么贵，这是一个经济实惠 CP 值高的东西。我不要送酥饼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可以收到饮料，还是想收到蒸波野，蒸波波最棒了。我其实只要喝小杯就好，真的不用大杯，不用中杯，不用大杯，中杯就好了。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收到蒸波野。我真的有一次真的许愿成功，哎，然后有一次
好像是高一的时候吧，我就看到很多人桌上都有饮料，我就、怎么办？我也好想喝饮料、然后结果好像说一说，然后我的学姐就真的冒出来，她就真的给我饮料喝了，我就觉得 Oh my God， 这也太巧了吧，就超强的。反正我这两天也在学泳，可以刷到真波耶。因为你知道收到你才有借口喝啊，就你没收到你就没有借口喝，你没收到你总不可能就这样去买了吧，所以你收到就不小心收到了，不小心喝了一下，不过我之前也收到我的大家还记得阿云吗？阿云的爱，他上次订了一杯很好喝的饮料给我，而且那个还很贵，但是很好喝。而且他上次有一次，他好像多一杯饮料，然后他又给我喝。反正我就觉得人生就是充满了幸福，就是很不小心这样子。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半？我讲那个实际，我的布丁的实际讲到一半，布丁的实际还有什么、Hello， 欢迎战士。没关系啊，可以自己买给自己。不要啊，什么多一杯饮料？对，别人送的不能不吃，这样很对不起人家。我想到我今天的午餐啦。今天的午餐是大剧组他最近网购了一个米汉堡，反正是一个很奇特的米汉堡，它就是一个汉堡，然后外面有一个包装，然后他就是在写那个包装是什么日本特殊材质，怎么可以直接拿去微波或是蒸，然后反正我不要啊，反正他就给了我米汉堡，让我带去学校蒸，然后我就把它拿去蒸了。结果呢，我蒸了两节课之后拿出来，发现这饭根本没有熟。然后我首先发现第一个点就是那个袋子，它上面有写有一个蒸汽口，然后我就没有打开这样子。好，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它蒸不熟的原因，反正我没有打开。后来我就打开之后，我就跑了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微波炉，把我的汉堡塞进去，米汉堡放进去。我们没有买过，那是第一次买。它是也可以用蒸的啊。我就是跑了很远的地方，距离我六层楼的地方找到一个微波炉，我就把它放进去，微波两分钟。结果两分钟后，它就超熟，还很热烫哎。然后我在那边蒸了两节课，它只是温温的，而且它没有熟。但是我放了微波炉，有我放微波炉前我打开，但是我放微波炉两分钟，它就变超烫了。那我前面那个几个小时到底在干嘛？所以。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没有开那个蒸汽口的原因，还是那个米汉堡不适合拿去蒸。反正我觉得呢，但是我吃了两个，但是它没有很大，就小小的，大概这样。然后我吃了两个，可是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容易腻这样子，就是它就是。上面一层米，下面一层米，然后中间包了一点料。像我今天吃的是鲑鱼跟鸡肉，然后就是比较容易腻这样。反正这是我今天的午餐，一个崭新的体验，道具组网购，但是对有点单调。道具组，你网购失败。我是要拿出来放容器，我是把它，因为它就写它那个袋子有什么隔热还是什么叭叭叭，反正它很厉害，就是你可以把那个袋子拿去蒸，然后不会有毒素产生之类的。
于是我就把那个袋子放到我的便当盒里，然后再盖起来，然后再放到蒸饭箱里面。还有别的口味吗？是没了，只有这两个。哦，你买很多个吗？我今天吃掉两个，好了，剩下四个都交给你吃了。我短期之内没有很想要再吃，所以我明天决定要吃泡菜锅。但是我今天，哦，我大家猜我今天晚餐吃了什么？布丁的食记，布丁的食记。没关系，剩下的交给大家，交给道具组了，道具组处理，道具组处理。不是罗宋汤，拜拜。对，恭喜莱德特享额。我今天吃牛奶锅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今天在福Panda上面发现了一家 CP 值挺高的一间店，它就像是一个，它叫什么？反正它叫什么阿嬷的什么东东。阿嬷什么，反正就是什么阿嬷，然后他就很多东西都有卖，就是各种传统小吃，就是小吃店这样子。然后还有锅烧面，然后有什么鸡腿饭什么什么的，反正而且又很便宜。你知道我那个牛奶锅烧面才多少？100块，100几吧。但是它料很多哎。它里面有两只虾，虽然是小小白虾，但是有还有一点点肉丝，有蛋，有菜，然后有两颗丸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反正就是东西很多，然后很便宜。因为我今天想吃牛奶锅，但是牛奶锅通常都很贵，但是我今天发现这间好店。没有，我明天泡菜锅要在学校吃。然后，但是它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牛奶味不够浓郁，它就是有牛奶味，但是蛮清淡的这样。但我通常很喜欢很浓郁的牛奶味，但是它这么便宜，我也不能要求什么。而且它料还蛮多的 ，CP 值挺高，但是汤头就。所以我下次也可以考虑点别的汤头。反正今天找到一家好吃的店，通常都很容易踩雷，通常点福Panda都很容易踩雷。好，我下次自己加牛奶。每次订福Panda都很怕踩雷，就是吃到不太好吃或是 CP 值不高的东西，有些都太贵哦。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又是食记，我怎么每天都为了吃而烦恼啊？我人生只剩下吃了吗？但我有时候其实也不会很参考评价，因为我觉得评价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参考，因为我通常看到的评价都不会太好。不会，我目前还没有遇过打出来的问题，可能我运气好吧。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道具组听了不要生气，哈哈哈哈。就是有一天，好，昨天还是前天啊，忘记了，太久没有很久。哎，昨天，前天，对，我也就是看人，每个人都有不同想法。前天，因为我最近段考完了，然后我就换了新位置，所以我有一个新的同桌。然后有我同桌说，你要不要一起就是订午餐啊？我说，好啊。然后说你想吃什么？然后他就翻了一下，然后他就找了一间面线给我。他说，你要吃面线吗？然后我就说。然后他说，就是我。哎，你要吃面线吗？我说好啊，可以吃面线的。我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吃面线。好，这个前面的小短剧有点废。然后他就将手机递过来，我就拿手机，然后我就面线啊，
最便宜的面线居然要70块，他说嗯，好吧，70可能很大碗吧，这样就是料很多，很大碗，嗯，好吧，勉强点一下，然后就点了一个70块的面线，然后就哦好，然后他也点了，然后他就后来就送出了，然后呢，在上课的时候，他就跟我，因为后来我们就点到上课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是180。然后我那时候在想课，我就想，嗯，就是我就嗯，我就嗯好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什么180？我想说我下课再去问他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下课他就是拿外送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80，所以一个人90。然后结果90，然后结果我们两个平分了外送费，所以代表20块都是外送费。然后呢，我就花了90块买了一碗面线。然后我同学说：“哦，90块哦，你吃这么贵哦哦。”然后我就吃，嗯，好像没有很好吃，这样子有一种怪味道。他点吴博弈，因为他说他的熊猫被锁了，不能点外送。反正我最后就花了90块，然后吃了一碗没有很多，但是又没有很好吃的面线。大家总不要打我。为什么又生气？因为90块很贵啊。还好啊，在你吃的已经算便宜了。可是，一碗小面线。啊，通常大家总买面线要多少？直接翻倍耶，好吧，可能大家觉得还好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泡菜锅只要70块吗？哇，谢谢本丸送的蛋饺。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泡菜锅只要70块吗？可是是我同学点，我没办法给他一星。虽然很便宜耶。我说哦，没有，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因为在外送平台是比较贵，然后比较贵之后又加上外送费，直接砰砰砰。反正我决定明天要去吃泡菜锅了，这样子。很久没有吃泡菜锅，哎，可是我后来跟我同学说我要吃卤味哦。对啊，70不含外送费。哎呀，因为我同学说他想吃卤味，我想哦，我好久没有吃学校的卤味，我好像只吃过一次，然后就没有再吃了，所以我只好明天来吃个卤味吧，因为我太久没有吃卤味了，而且我今天又吃了，不是啊，是明天卤味是明天，而且我今天已经吃锅了，所以我就明天吃卤味。OK， 你知道我人生中有一个很大的乐趣是想要吃什么？就是，但是我每次想要吃什么都会想很久，就是我一直想不到，我有选择困难症，我不知道到底要吃什么，就是要想很久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。大家会不会对于美食很讲究而有选择困难症的问题呢？我后来改变心意了，转盘哦。可是每次的东西都不一定，想不到吃什么就吃爱吃的、啊。哇哦！对，我常会划外送，划到不知道点什么，就是真的会这样哎、欸，可是有时候就偶尔要换口味这样。嗨，手华哥，就会偶尔想换口味。一点开，你知道我之前有一天，我就发现我滑外送滑了20几分钟，
二十几分钟，我花了二十几分钟在滑外送上面，半小时，笑死。可是我反正好，考虑很多，就撞到手手了，好痛！好想儿子不演，咦，我的手好痛哦！我一直在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我可以喝的理由，就是可能我今天特别辛苦之类的。我实际检查是这样。好丑，滑一滑骑车出门，太棒了！你真是行动派哎。对布丁来讲，不会有滑一滑就出门这件事情，只会有滑一滑就啊道具组。通常道具组都会给我很多建议，我说，假如说，你要吃，锅贴，不要；自助餐，不要；卤肉饭，不要。我最近也很想吃布丁，我今天在路上看到布丁，我很想吃，但不行，我在减肥，索性不吃。我这几天很努力的在不吃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天我就不想吃午餐，前几天吧，然后我刚好那天又没有很饿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是一个平常上课上到第三四节，就大概11点以前，大概10点多就会开始饿的人。我从10点多就会开始，布丁的饮料。可是我又想喝珍珠奶，可是我一直在给自己一个理由，就是哪一天我很辛苦，再喝黄玉欧蕾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可圈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他家的我都没有很喜欢，我觉得 no no no。嗨茄子，我刚刚讲到什么 ？Hello Hello Hello 虾米？对啊，我还没有很辛苦，我最近过得太废。你看，我今天要吃牛奶过，凭什么喝珍珠奶啊？我刚刚说，就前几天，我难得很难得人生少之又少没有吃午餐，你知道这是非常少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通常只要到10点多我就开始在想午餐要吃什么，或者我从10点多我就在期待赶快中午了，然后我中午前就很饿了，可是我那天居然。到了中午就觉得微饿，但是没有到很饿，于是我那天就没有吃午餐。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创举，超强的，我超厉害的。还有之前前一阵子没有吃早餐，那是断考前嘛，断考前就赶着出门，然后就来不及吃早餐，然后到了学校也懒得吃，因为已经戴牙套就懒得吃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多同学他们都不吃早餐，但我之前不是说过，我觉得我吃早餐不吃早餐我也没办法，但我最近发现好像其实还好，可是我已经没有成长。最近发现我没吃早餐其实也还好于是呢，我之前从大概不吃早餐2天，然后又变成不吃午餐1天，到现在3餐均衡。奇怪，我考试之前就没什么吃，我考完试就开始吃。不要啦，我不喜欢晚上喝饮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晚上不想喝饮料。结果我断考那阵子我都没什么吃，结果我断考后就正常均衡饮食，还想喝珍珠奶呢，真糟糕。
没有，我最近有在变瘦，因为我最近吃的比较少。可是我通常就是准备考试，我就很想吃东西，就是读书就是要配嘴巴里面要有东西。不喜欢晚上买饮料，觉得有负担，而且就通常很少会晚上喝饮料，就是会想要读书的时候有个东西可以吃，就读书你就觉得少了点什么，就需要吃东西。结果我考完试好像也快一个礼拜，明天就一个礼拜，很快耶，好快哦！真的觉得时间过好快，大家。就你不看，现在不知不觉十二月，然后再过没多久就要跨年，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快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，有时候会觉得时间为什么还过那么快，真的是有点太快了，哇哦，不习惯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我明年就要开始准备学测，大家，明年，而且重点是明年，然后我真的觉得我输了，是，很空虚哎，很空虚，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，也没有半年了吧，五个月，好啦，说不定是快半年，说点事，我那个生日也快到了，没有，还有半年，不知道哎，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大学哦，大学好玩吗？大家突然好奇问一波，不过感觉好像还好，没关系，希望明年有机会好吗？大家要陪我从国中到大学校鼠，你们要看一个小可爱成长成大可爱。我以前国中还蛮期待高中的，觉得高中很好玩，但其实也普通，有点有的时候放假，通常礼拜日都会觉得哦，明天要上学。不对，我国中跟国小也都这样，就国中国小现在也是。礼拜日就哦，明天要上学哦。但我真的觉得我高中的压力应该比国中大吧？觉得我国中好像都不知道在干嘛，啥也很少去上课。就是我觉得我高中的压力应该比国中还要重很多。就我国中已经觉得很累了，但我现在就是。我现在觉得国中在干嘛？没怎么，什么双二一？最近有很多的报告要做，不知道为什么都刚好挤在同一个时间，可能因为快要期末了吧。然后，而且也有很多活动，就觉得哦。对啊，不要再拿路跑照片了。哇哦，二分之一学分没拿，好可怕哦！我觉得我读到大学就不读了，我觉得我不会再往上，我觉得我读到大学就不读了，大学就够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再读了。大四才开始，为什么？粉么？不要，不要啦，不要，不要啦！哎，傻眼！我刚哎，我今天的回顾不是路跑哎，我今天的回顾是我国一吗？我国一的时候，
发一张照片，然后就写断考什么爆了之类的，然后我从几百年前三年前就在断考爆了，到现在断考还是爆，到底哪一年会不爆呢？不要，不要。谢谢阿 K 的看好你哟，谢谢笨的玫瑰。哦，对，我说我不想再念上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。没有啊，我智慧王，但我还是很不喜欢考试。谁喜欢考试？然后我前几天去找阿公阿妈聊天，然后反正阿公不是阿公，阿妈吧，阿妈觉得现在一定要读个博士硕士才有才好。就是他，我觉得他好像在跟我讲，不要我读到大学就不读了这样。没有，他不是严厉的语气，他只是在讲讲。大家有觉得呢？嗯，看你自己。Oh, so sweet。OK， 一个硕士也可以。No。哎，我真的没什么意愿。主要是薪水。I don't care。以后就 care， 现在当然可是为什么？博士硕士在读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没有实际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身边好像没有这样的人，就是我觉得我身边好像没有看到，就是他们在干嘛，所以我就会变成说，就是在我的生命历程、生命未来的安排，我好像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放进去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是。我在我的认知，我的世界里面是读到大学就毕业，就出去工作，不要再读书了这样子。就是我不知道读研究所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身边也没有读研究所的人，然后我就研究所没有啊，那个就是没有要念的东西。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就很不常见啊，真的没有看过我身边 nobody， 没有人哎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道具组，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？阿北是都几岁了才去念？偶像系博士。是工作完才念，工作完才念啊、哦！哦，那就算了。可是，我你看我，同学、朋友，诸如此类的，我都没有看过。不是啊，同学朋友的哥哥姐姐之类，也没有听过任何的，就是在我的生活中，完全跟这个词“研究所”这个词是画一条线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、哦，我就想说这个东西跟我完全没关系。对，不知道，真的不了解，完全这是一个。不知道我生活圈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欸 why 哦，反正好，以后慢慢想 OK 好爱久了，不是我边缘不是，好了，等我上大学还太早
对啊，一两年，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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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，而且明年快到了。说的也是，后年呢，大家不是高中已经毕业，后年，这时间过很快，大家有没有真的觉得时间过很快？就是人生，人生为什么过得那么快呢？每一天一下就过了，就明明才几个月前的事，明明才多久前的事，就已经过几个月了。哎，大家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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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什么？对啊，哎，谢谢Sam送的荧光棒，喝个水。没谱，但我还是很想喝直播烟。不要，有时候就是一个想法，但是我会努力去阻止自己不要做。就像我昨天其实也很想喝，但是我也没有去买，就是有时候只是一个内心突然的想法，但是不用照做也没关系。反正缘分到了，真波也自然会出现在桌子上。就期待哪一天我回到教室，就会发现教室桌上有一本真波也。那万一是不是我的，就尴尬。真的吗？谢谢本娃。我一直在对上天许愿，拜托降临给我一本真波也吧，哔哔。倒数了，道具组想象过孩子长大的样子吗？好诚实，其实我也不会想象我以后会长怎样。哎，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爸爸，好久不见，谢谢贝尔牛肉丸，可以不用学姐没关系，因为我想说。欸，我还是很想要知道，就是送我真不的学姐，可能是学姐吧，我同学说是学，感觉像学姐，到底是谁？学姐，你是谁？我要谢谢你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，很白痴哎、欸，要承认。嗨，学姐，请问你有请我喝真波爷吗？问号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跟我讲，感觉不像同届，感觉像是学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判断，就可能一个高三快要暑掉的样子。谢谢本娃的掌声鼓励，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、哦、大家，我真的很想要找到他，到底是谁？不一样，很好笑哎、欸！谁不是？重点是，就是那是我同学看到的，他不会去注意那个学姐的学号啊。什么意思？真的吗？学姐快出来，我找你，学姐。我觉得很神秘，是有惊喜感的，但是我通常都希望是写个名字也好。
至少我知道是谁，还可以感谢一波这样，感谢。反正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收到真本，虽然你知道我其实收到东西的时候很少，我收到食物的，我很少收到食物。QQ 什么真奶？不要，我之前送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尝试放了很多鱼饵，但是我都没有收获。我只是婉转的讲了一件事情，笑死！我之前撒了很多鱼饵，但是掉下来的都是空的。没有，但是最近你刚好比较多。我布下了许多渔网，却一无所获。好好笑哦！可是他也不会来我教室啊，想钓到真波鱼，钓什么鱼？哎呀，钓到一只真波鱼，一只真波鱼。借广播系统，哎，我们学校其实很少广播哎。还记得国小就每节下课都在广播，哎，谁谁谁来哦，谁谁谁集合哦，好像国小很多，国中就还好，但高中真的很少哎。真波鱼，大家有听过钓鱼之歌吗？就是幼幼台的那个。可是高三很杂。他们的教室分布很广。他有3649万次哎。手儿拿着钓鱼竿，一起散步到海滩，太阳好大，赶快撑起伞，带上我的晒鱼竿。钓鱼钓到什么鱼？看我钓到一只小金鱼，好可爱哇！钓到什么鱼？看我钓到一只乌龟鱼，好好吃啊！它是6年前的，应该是有更新过的版本。什么？你听过不代表跟我同年代，哈哈。
一钓鱼，太棒了吧！还有3,649万点阅，还有什么？啊，我看到一首好听的歌。妖怪大手第一支 ，this 不是这个。突然听到一个很久没听到的歌，可能已经下架了。不要，等一下再 baby shark。咦？今天一大早我竟然睡过头，明明在梦中我早就醒过来啦。为什么早上这么想着叫？为什么早上这么想着叫？普安哈哈，一定是因为妖怪喊我起不来吧。为什么闪退？没有，但其实妖怪手表已经是我很大的时候的卡通了。但我其实很大的时候还在看卡通，可能12、13岁还在看。14，好吧，14吧，在我14岁还在看，可能吧，还是13。忘记了，就我记得我已经超过那个建议年龄了，我还在看，但是我最近是真的不看，就是不会去切屏，就是我以前看电视我还会去切悠游台那种，但我现在就不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、欸，就真的可能我真的长大了，以前还是会切，就算已经10几岁了还在切，欸，我闪退，我继续。我现在真的不想看了。妖怪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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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怪，妖怪快出来！妖怪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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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妖怪，出来不出来？快我快来快来快来出来，我们来做朋友！妖怪妖怪妖怪，我奇奇奇奇怪怪怪怪奇奇怪怪妖怪，我奇奇。所以我记得这大概是我几年前听的歌。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着叫？为什么早上会这么想着叫？普哇哈哈，一定是因为妖怪喊我起不来吧。What？ 鸡巴鬼电？哪样呢 ？Wee。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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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呼叫妖怪快出来！妖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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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不出来？快来快来快来快出来吧，我们来做朋友！妖怪妖怪妖怪，我奇奇奇奇怪怪怪怪奇奇妖怪妖怪，我奇奇。你。因为这是台语版。不是，因为是国语版，我只会国语版，欸，因为我只看过国语。因为把掌声鼓励，我也觉得很那个感人。点 Baby Shark， Baby Shark 已经73亿次了。乒乓，乒乓。哇！
个前奏好有节奏感。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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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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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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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shark momm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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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m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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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m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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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my shark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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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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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ddy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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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ddy shark grandm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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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m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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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m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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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ma shark grandp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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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p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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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pa shark d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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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andpa shark hello普林累了，有没有布丁之歌啊？布丁就是 ，no， 我来看一下布丁之歌。哦，布丁之歌。大家，对啊，这天大热门，我就是要洗脑大家成为布丁粉。哇！布丁之歌，大家有听过吗？真的，那有没有曾波野之歌？我要找曾波野之歌。曾波野，曾波野没有。好，我们决定今天来发明一首曾波野之歌。来，给我个 tempo。来找个，节奏感音乐。有感冒症状，不是感冒症状。福茂热饮，早喝福茂早有效。好，广告很多。You're right here。我们来节奏感超强的纯音乐。这不够嗨。超嗨的，我以为会有很嗨的，这不错。Yo, oh, wow, 大家都知道
这些歌，现在我就要来创造一个 rap， 一个关于郑博彦的 rap。Yo， 现在开始，我只想和郑博彦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是郑博彦？你不知道郑博彦，居然不知道哦！告诉你，郑博彦居然不是居然，我看到居然就想到居然，其实郑博彦。就是一号，就是你在五十岚会听到的一号哟。我喜欢喝一号，因为一号总是充满着甜味，很幸福、快乐、美味。我最喜欢喝的就是四季春，在郑博彦，郑博彦哟。我喜欢喝好喝的郑博彦哟，喝到郑博彦就会觉得心情愉悦、快乐100分耶哦。别跟我说 no no no， 因为我就想喝，所以不要 say no。哦，我现在就想喝，真的很想喝，喝个郑博彦。好了，我结束了。是即兴创作，即兴创作一波，感谢大家不嫌弃这样子。感谢大家不嫌弃我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不嫌弃我，谢谢耶，爱你们哟。耶，郑博彦好喝好喝的，郑博彦跟我一样甜，怎么这么好喝，就跟我一样笑容灿烂。哎，来念榜。现在要来念榜喽！他们太宕机了，讨厌，我不喜欢。你们太慢，讲话太慢，还不够快。现在有一件事一定要做，就是来念榜喽，因为已经快要，没有快要，这叫什么？因为已经9点，该回家喽，大家该睡觉喽。所以现在就要来念榜念榜，来念榜念榜念榜，道具组出来哟，举起你的手， put your hands up， 拍手拍手，太快结束了，我没有音乐可以了。 Oh no， 不要停啦。 Oh no， 道具组还没出来。Again，道具组哟，道具组耶耶，道具组出来 ，Hello， 就在叫你，你没在听哦，都没在看布丁的直播，在干嘛 ？Hello， 就叫你出来拍个手 ，Please， 来，现在要来进行一个时间。现在是念榜的念榜时间哦，念完这个就可以下班，可以下班回家吃个晚饭哟。还有押韵，真的太强，我没有想到我可以那么会 rap 哦。现在先来念榜，不然我等一下真的掰不下去了哦。第10名是泡芙大叔，掌声鼓励耶。第9名是 Riggs。Wow, hello. 第8名是超哥，第7名是 Miso， 第6名是 Ban， 第5名是你根本就是乱节奏哦， oh, 你跟不上节奏，你抓不到拍子，所以第5名就是 I Like 赞。第4名是小薰，第3名是怀怀，准真啦，管他的。第2名是很长的名字，它叫做来的特享鹅，特享鹅感觉像什么好吃的套餐。最后来第1名，非常 important 重要，重点画起来，就是本丸哟。真的越来越不要脸，我在干嘛 ？Hello， 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今天直播到这里。差不多，该你那个节奏根本就跟不上，好好笑。你跟我一拦老人家？没有。
好想笑哦。好了，好累。拜拜。本丸的掌声鼓励，我觉得如果多加一些古文造诣，有更多的词汇量，我也许可以成为 rap 担当。有哪一天可以成为 rap 担当，等你们哦，等我啦，不是等你们，等我有一天去南着装变成 rap 担当，你就会成为布丁粉。耶、yeah ！大家晚安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咯，大家晚安一波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撒尤那拉，代言麦当劳真的、哦，哎、欸，好厉害，阿华，你还居然还没有打错字 ，Oh my god， 这是令人感动。哦、oh, 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原定礼拜日直播到礼拜五去了，大家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？Hello， 大家知道这件事吗？就是布丁的直播，布丁直播，直播，布丁直播，布丁直播，改到礼拜五了。因为礼拜日有事得死 ，Let me see， 礼拜五七点哦，大家 ，Oh really？ 我真的不会挑时间 ，Oh， 礼拜五六点半瑞婷，七点彩杰 and me，OK，、okay, 你们还去看乐团，天使团呢 ？Hello， 天使团不是啦。没注意到有乐团、欸，对不起啊。哦，对啊，我是冲突大师。哦、oh, ，喜欢哟， yo, 我好喜欢这特效。哦哟 ，Look at me！ 哦哇哦，天使船盖乐船 ，Fine。好的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，大家可以晚安一波，晚安。哎、欸，我喜欢，谢谢本丸，圆了我的梦。晚安，拜拜，礼拜五七点见，礼拜日不要来了哦。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哟，拜拜。